三六一二 uno， 两房两卫，朝北的户型。这边呢是放冰箱、洗衣机的地方，洗衣间下面洗衣机，上面烘干机。这边是放冰箱的空间，厨房、炉灶、烤箱、油烟机。这边有一个 dishwasher 洗碗机，客厅和两个卧房都是朝北，阳光会非常好。客厅里有一个卫生间，脚下呢伊丽莎白街 Abeka Street 乃至 Victoria Market， 远处呢就是莫大。这边是个次卧，面积还蛮大的，衣帽间，朝北，隔音的双层窗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主卧，空调也是朝北，面积也都比较大。哺乳室的衣帽间，然后有个卫生间。这是3612 Uno。